咁啊，依家我会去天水围警署，将呢个最重要嘅证物，咁啊呢班凶徒袭击我嗰阵，佢哋留低嘅，全部都有晒佢哋嘅资料噶啦。呢班凶徒走唔甩噶啦。咁啊，将呢个最重要的证物交俾警方，俾警方去调查，然之后将佢哋呢班凶徒一次过绳之于法。咁啊，真系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哋走唔甩噶啦！你哋咁残忍，系嘛？搞到我咁惨，精神、肉体、心灵上受到极大嘅创伤。呢个仇我一定会报。支持香港警察，香港唔系一个可以随便啊用暴力解决问题嘅地方，香港系一个法治嘅城市。我南马车绝对唔惊，亦都唔会容忍你哋呢啲恶势力、黑势力，系咁。